大阪市长拼经济推小三豪宅。日本大阪市长桥下彻为了拼经济，想出了小三经济的大绝招。日前他出席官方的演讲会，提到他振兴经济的创意。他说很多有钱大老板在大阪赚钱，却在其他地方养小三，他觉得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就提倡大阪的小三豪宅，让大老板在小三豪宅经营长焦，而这些小三也可以在大阪消费，振兴经济。不过桥下彻说，这是为大老板，不是为他，媒体别乱报哦。44岁的桥下彻是日本右翼支持的政治人物之一，虽然他的争议跟人气一样旺，不过为了拼经济，桥下彻可是没在怕的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